1977年秋天，河南南阳西川县旱灾严重，当地的水库水位也大幅下降。有一天，几个放羊娃在这里放牧的时候，有个小孩突然脚下一空，踩出了一个大坑，并被绊倒在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35。其中王子武生鼎、铭文铜镜、王孙告兵中更是国家一级文物，无价国宝。而通过对王子武生鼎等器具里面的铭文分析，此墓群主人应该是楚国的令医，相当于后朝宰相，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。而他的父亲就是一鸣惊人、问鼎中原的楚庄王。